跟我下！
你政府带独立团的骑兵连赶过来了！我自然逃命了！贼军，我自己！撤！大同，你带队去把那顶重机箱给端了！快，南江，掩护我把炮兵炸了！ 先头作战，是。动，动，前后夹击，给老子狠狠的打！鬼子这角落了，弟兄们，杀！小鬼子，好好尝尝爷爷的快刀！哈哈。动，不行，兄弟，兄弟，周虎哥，鬼子要占阵地了。 小鬼子弄起的，鬼子开口嘞，全部我看空空的。瞎叫唤什么呢？鬼子是带不回去了，这把刀不错，团长肯定喜欢。 平安县城去了吗？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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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月增援孔团长，北岛中队已经彻底被击退了，但香儿团伤亡很大。老孔他们是拿命，再给我李云龙争取时间，咱这也不能含糊。不管平安这块骨头有多硬，哪怕把你们满嘴的牙都崩掉，你也得给我咬开。是。杨大彪，你马上去检查一下，到什么时候修好？关键时刻丢脸子。是。等等，李正武他们有任何消息，随时向我汇报。这李云龙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区区一个团，就敢打平安县城，整个晋西北都打成一锅粥了。如果李云龙真能咬下平安县城这个要塞，整个晋西北小鬼子的锅就能砸出个窟窿。团座已经决定了。
国难当头，何力抗敌？再说，我和林龙也是老交情了，这个场子，楚某帮定了。连长，看这车轮印，估计是八七四装甲车呀，皮儿薄，线儿不大，能装五六个柜子，火力可猛了。 还温乎着呢，应该是刚过去。外头和尚拜佛，不对劲儿啊！这儿离雪狼峪这么近，他们都不去增援，这些鬼子肯定另有目的。往前30来里，就是金流庄。坏了，丁伟他们奉了旅长的命令前去师部汇报工作了，半道上碰上了鬼子，现在。 什么好吃的菜，你们怎么不吃？赵村长，皇军急着抄近路赶往平安县，现在找不着道了。听说鬼哭谷是通往平安县的完美捷径。说吧，鬼哭谷怎么走？你带小鬼子去鬼哭谷？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皇军只是想问个路，没必要把命都搭上啊。跟皇军作对，从来没有好下场。你瞧瞧，一大家人整整齐齐坐一块吃饭，多好啊！你就算不为自个儿打算，也应该想想家里人吧。想想你儿媳妇肚子里的大孙子。 看着也快出生了吧，赵村长，只要你敢配合，皇军非但不会为难你们，等过了鬼哭谷，灭了玲珑，解了平安之危，还大大有赏。这是我个人先给你的开口钱。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没有必要那么……哎，小主的饭快要吃完了，我可没有耐心跟你费这口舌。老头。 说还是不说？呸！哎，你怎么？你可死！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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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让我出北大路没门！爹！放开我！放开小鬼子！老有心，想让人家把你们偷偷下光！ 啊！
3年前，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一个女儿。我记得，在她出生的那一天，整个 Tokyo 都开满了萨库拉，就好像在用美丽的鲜花为我迎接我那个可爱的女儿。这个桃子里面是男孩。 还是女孩啊？说，快说吧，说了孩子就有救了。快说吧，只要把鬼哭婆的位置说出来，你孩子和老婆就保住了。我说。 人性的畜生！狗日的小鬼子！胡总，我们赶紧追上这帮鬼子，我要亲手扒了他们的皮，替乡亲们和兄弟们报仇！霸总，霸总，霸总，霸霸托！总长吉，总长吉，你每次都总长吉，总长吉，团长说了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你懂吗？这我也说了。 这别说，打上得靠脑子，没脑子打个龟孙儿！老子不管，走吧，胡哥。大家都冷静。这些鬼子来的蹊跷，咱们要先找到丁团长，了解好情况再说。老孔。 乡亲们，陈万州，快去！樊江哥，乡亲们的尸体都安葬好了，休息去吧。 妮儿，你饿了吧？
拿着。叔叔，你们会把鬼子打跑吗？那还要说，不但要打跑，还要让他们架着尾巴跑。虽然小鬼子的武器比我们好，战斗力比我们强一点，但那都是次要，叔叔不怕他们。就算打光最后一颗子弹，流干最后一滴血，叔叔也和他们血战到底。乡亲们，小鬼子践踏我们的土地，烧我们的房，杀我们的人，但是他杀不了中国百姓和中国军人战斗的意志。平安への進軍のため。怪不得他们不去增援雪狼鱼，原来他们的目的在这里。哦，我说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鬼哭谷呢？我听过，听老辈人说鬼哭谷是顶险要的关隘，村里人都知道，什么一入鬼哭谷，屏障似战斧，站住鬼哭谷，千军可围捕。这鬼哭谷距离平安县城也就20来里，你们看啊，这鬼哭谷是从太原到平安的一条捷径，有很大的战略意义。如果敌人占领了这里，太原方向的援军就能避开咱们各处阻击阵地，从这儿直扑平安。孔团长，有驻军吗？这里是楚云飞的防区，应该有他的人在。不过那里易守难攻，地势险要，不适合大队行军，少有人知，驻扎的人恐怕不会太多。海岛似的，还不出发。我说满江哥，你这镜片都碎了，扔了吧。碎碎平啊，你是有所不知，这年轻是我刚进骑兵连的时候，俺家秀兰送给俺，我要带上他去打鬼子。等把这些鬼祟赶走之后，俺就回去，俺就俺们家秀兰成亲，然后再办一桌大酒席，你叫俺们和团长去喝地瓜烧。就你有罪。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老李能不能拿下平安城，关系到整个晋西北根据地的生死存亡，能不能守住鬼哭谷，这是整个平安战役的关键所在。一定要堵住这个口子。周虎，你马上派人把丁团长给我护送到师部，同时把鬼哭谷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。咱必须抓紧时间赶往鬼哭谷，堵住鬼子，为老李争取时间。是，老丁，走吧。九儿，你留下，照顾村民。不，我也要去，我要去鬼哭谷，我要去打日本鬼子。胡闹！你以为打仗就像妇女纳鞋底那么简单吗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妇救会主任。你除了教我骑马，还教过我开枪。注意安全。大同，集合队伍。
我速赶往鬼哭谷。是，集合。团座，这鬼哭谷地势险要，也不适合大部队行军，这小鬼子也没惦记过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今时不同往日，林龙正在攻打平安县城，各路鬼子都疯了似的往那儿扑，很有可能啊，从我们的防区经过。我派人通知你加强防备，没了音信，我估计啊，在路上让小鬼子给劫了。我已经调重兵过来增防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小子给我提起精神来。是。完了しました。総復はもう逃せないです。他娘的，紧赶慢赶，还是让鬼子抢了先。那咱就把他重新夺回来。这关隘一定要夺回来。但是这里易守难攻，得想个办法，能上去白白送死。小梅，在城墙上那几个鬼子交给你了，夜哨声一响，就把他们全部都干掉。放心吧，跑不了。我们来个声东击西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走。太监，弹药箱都是空的。至少这个。蒲团长，当年在河源战役，宫本少佐曾和你鏖战两天两夜，未分胜负。宫本少佐敬你是条汉子。王八蛋！这次皇军的目标是八路军李云龙，只要你缴械投降，少佐可以饶你不死。
兄弟，作为军人，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。我明白。扶起来，抬起。事到尽歇，骑兵连李正虎，
我李正虎告别。参谋长，团长情况怎么样？已经派出两个侦察班，依然没有消息，估计在鬼库谷出了状况。继续侦查。是。鬼生，手榴弹扔得很准啊，怎么练的？很小时候老给地主家放羊，老扔石头老撵羊，一扔一个准，一扔一个准。咱要有这玩意儿，早把小鬼子赶回他姥姥家。通知弟兄们休息好了，打鬼子。行，走。孔团长，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没伤到要害。你放心，有我们呢。老李那儿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咱把鬼库谷这口子给堵上了，老李可一定要把平安城拿下呀。不管你们怎么打，今天必须给老子把炮楼端正。团长，去吧。丁团长已经安全送到师部了，孔团长和政府哥也赶往鬼库谷了。太好了，告诉他们，弟兄们正在准备总攻，明天中午之前，老子一定把平安县城拿下。攻破城门之前，一定要守住鬼库谷，切断鬼子的后援。是。能不能拿下平安县城，就看你们的了。是。把这坛子地瓜烧带上，让兄弟们保重。小子，平壤的港口もう失敗しました。色の不祥さは行方不明のままに。おそらく平壤も独立団の李雲龍の手に落ちました。兵力はどのくらいあるの？小雲飛の正体は軽く潰しましたが、まさかバーロの奇襲にや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それじゃバーロの方は？それは約70人くらい。怎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！当年黑子被鬼子抢走，我拿了把菜刀，就想把黑子抢回来。最后呀，被鬼子猛追。要不是碰到你跟你爹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那当初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早就是压寨夫人了。九儿，嗯，这天快亮了，鬼子一冒头，就是一场死战。你还是……我不走。我让巴图送你走。我已经没有家了。要送我去哪儿？我们是军人，能为百姓而死，可你不一样。
哪儿不一样？我也能杀鬼子。鬼子不打跑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，没有家。周五哥，九儿，粥好了，来喝口啊！一会儿啊，我先陪陪黑子。快点啊！来，接着。再来高点，快，喝口粥。慢点。好，嗯，这粥熬的可以啊，还行。寿衣都快干上，俺家修蓝了。哎，你别显摆了。咋，还嫉妒了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咱呢，多杀几个鬼子，等把这些日本鬼子赶走了。把俺家秀兰她妹子许配给你，咋样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俺秀兰的妹子，俺还能不能开玩笑啊？嘘，小叔妹妹的事儿啊，咋了？你说她咋想的？给自己取个女娃的名字？那是她妹子的名儿，被小鬼子祸害。打那以后，他就改叫妹妹的名儿，说替妹妹活着，杀鬼子。鬼孙，鬼孙，独立团的粮食都给你吃光了。当年小鬼子把俺全村的粮食全部都抢走了。娘，还有好多乡亲，都是活活饿死的，还发过誓要跟小鬼子干到底。你愿撑死，俺也不做饿死鬼。咱这些人，哪一个没有受过小鬼子欺负？要不把这些鬼孙赶走，这谁都过不上好日子。Shara thade yehin deher Saran nagaratum sulasho Satan turlen maudu Sanna jokhtan dozima 周五哥，我回来了。团长给的地瓜烧。这位是七小队的黄队长，他带我过来的。李连长，听说咱们这要开战，俺带着兄弟们赶过来，都在外面候着，有啥俺能做的？尽管讲，谢谢兄弟们。明天中午之前，李云龙就要对平安城发起总攻。咱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严峻，鬼子越是急于增援平安城，就越会像疯狗一样来咬我们。我做个决定。李正虎，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代我指挥新二团。你跟随李云龙作战多年，鬼点子多，你要率领新二团的弟兄们死死地盯在鬼哭谷，不让鬼子前进一步。是，你们守不到中午。宫本弘毅中队是鬼子的精锐部队，装备精良，建制完整，有坦克有炮。你们这点人能坚持一个小时，都是奇迹呀。什么是精锐？我从不信这个邪。
我们团长常说，我们八路军打的就是精锐。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孬种，逢敌亮剑，绝不含糊。不错，都是两个肩膀一个脑袋，怕个鬼孙儿！想灭咱们，鬼子还缺副好牙。对，亮剑，亮剑。张虎，给我碗酒。同佐，兄弟们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是我中华的好男儿。身为军人，守土有责，面为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。楚某愿陪你们坚守到底。兄弟们，有胆！鬼哭谷四面环山，北面山势险峻，无法攀登；南面有关隘阻挡。水生，你带队埋伏在西侧山坡，伺机而动。王队长，有，带你的民兵在这个地方挖陷阱，咱们必须把鬼子的铁王八给套住，不能让这玩意儿接近关隘。五子哥，咱这陷阱能把铁王八给套住吗？他要是不折，折的就是咱们。潘子，王奎，带哨兵上东南角高地，鬼子一有动静，就以夜哨为号，立马传令。鬼哭谷秋季风大，且伏击点正好在下风口。九儿，多准备一些干草。只要铁王八现出，快快快，马上放烟，快让鬼子全变睁眼瞎。那咱们尽快行事。有上满江，撤！把装甲车给我藏好，先放鬼子过去。等前面的枪声一响，你们从后面给我杀出来。只有一个任务，必须把鬼子殿后的炮兵队灭了。明白。小妹，有，占领制高点，给我死死地盯住鬼子的神枪手，不能让他们打我们的冷枪。放心吧。胡子哥，那俺俩干啥呀？你们俩准备炸药包，如果鬼子的铁王八想从这个坑里爬上来，那我们就把他给炸回去。好。大家听我命令，这一次我们必须把鬼子逮住，往死里揍。是。咱们要让小鬼子茶壶里下饺子，只进不出。第三組、山の両側に注い、慎重に進め。不错，这帮鬼子想干嘛？这是鬼子的火力侦察兵，一会儿他们会向高处开炮，都趴好了，别露头，露头就全折了。部队。
深水受潮了，没炸。别开心了，神仙要麻烦嘞。别开心了。满江客，满江客，坚持一下！掩护满江！又是啊！怎么？别让小鬼藏进天王吗？其实，满家需要了。怎么就葬柜子多少了？赶上就想去陪他了。满江客。满江哥，满江哥，小鬼子，占我国土，杀我同胞，千刀万剐我也不解恨。老子狠狠的打！你才死！我镇住他！根生哥，根生哥，你小心点！掩护我！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！根生，掩护！根生！
没事吧？坚持住啊！我去，你忍一忍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张亮，你是无极手，你倒了棋子怎么办？那铁王八是俺的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他给炸了。跟上！人上道了，干得好，郑虎！孔团长，跟上他们牺牲了。启命连，有！团长给我们的任务是守住鬼哭谷，就算我们全撂这儿，也绝不能放一个小鬼子过去。准备，阻击敌人进攻。是，保证完成。快点跑，别动！
弟兄们，咱们独立团不当孬种，鬼子来一个小队咱亮剑，来一个大队咱照样亮剑，咱们就是群狼，不但要吃鬼子的肉，还要嚼碎他的骨头。政府他们正在鬼哭谷拼死给咱们挡住了鬼子的援军，咱绝不能辜负了他们，必须拿下平安县城，根据你千千万万的将士和百姓都会记住咱们的。保证万全任务，干干，走走，干。太猛了，我们扛不住了。骑兵连，有！我下去把铁王八给炸了。再这么轰下去，鬼哭谷就守不住了。弟兄们都是好汉，好同志，咱们必须主动出击。我们要死在冲锋的路上，都拿上炸药包，出发！赵虎哥，赵虎哥，快！赵虎哥！赵虎
是我的，都别跟我抢。行，那就给你。我听见没有？正武哥说了，骑兵连就是我的家，让我好好守着旗子，那我就必须好好守着。回头要真打起仗来，旗子别举那么高，你被鬼子瞄上。俺才不怕鬼子呢，俺就得让鬼子知道咱是独立团骑兵连。什么是亮剑？古代的剑客们在跟自己对手狭路相逢的时候，不管对手有多强大，就算你是天下第一剑客，
面对强敌，我们依然亮出自己的宝剑，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，这才是亮剑精神。我们不光要有亮剑的勇气，更要有亮剑的智慧。有了这两样，纵然是敌众我寡，纵然是身陷重围，我们也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。这就是我们的军魂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气节。